又到了一擊音樂的時間了。上一個禮拜呢，我們先重溫過今年你有好音樂的決賽實況，見到基督徒音樂人的創作真是百花齊放啊。我相信大家呢，除了是欣賞他們的音樂之外，亦都想認識一下他們的。我自己呢，就最想了解今年季軍的組合 Hallelujah Get Out 啊。因為呢，他們無論是隊名啦、造型啦，以至呢他們的參賽歌曲呢都非常之另類的，所以呢就引起了很多的迴響啊。今晚呢，我們一擊呢就請到他們現身說法，我們呢一起呢用心聽下這幾位新生代基督徒呢怎樣看他們自己的音樂，以及怎樣看教會和社會。季軍在大排檔，大排檔是啊，季軍贏了大排檔，酒樓，酒樓，冠軍在酒店，是啊，我們說的就啊，為什麼我們的隊名叫 Hallelujah Get Out， 可不可以解釋多一點？其實呢，這個不是隊名來的，這個是我們第一首歌的歌名來的。歌名叫什麼？ Hallelujah Get Out 咯，用住先的，用住先，但是打響頭炮又不想改了。我跟你在網上認識的。是啊，網友來的。網友來的，我們是宅男，宅男嗎？不是，我們是愛 AV 的。我是愛 Action Video。不是 Audio Visual 嗎？ Audio Visual 3D。咁你係點識啊？你同佢點識啊？我經理啊嘛。哦，係經我嘅。係你係經理啊。我哋希望用神學做音樂，音樂思考神學，推動神學嘅即係年輕化。希望大家即係嗰啲基督徒音樂人咧，或者打 band 嘅基督徒，年輕嘅基督徒好，年老嘅基督徒啦，希望佢哋會即係除咗作歌讚美敬拜之外啊，咁可以作其他唔同元素嘅詩歌。他們可以真有些神學思考去作那些詩歌，所以我們都其實在做這一件事，雖然是 get 的，或者可能有些欺笑怒罵的感覺，但是我們都希望去做到這個效果。我喜歡林峰。我喜歡，我喜歡林峰，我喜歡買 Little AirPod。 你啊，你說吧，怕醜啊？陳偉霆的嘛。說真的，我真的喜歡買 Little AirPod。 為什麼？唔係，因為佢首，我最中意佢首《瓜分林瑞麟三十萬》。哇！好中意啊呢個。係啊，我另外中意周國賢嗰啲社運歌咯。教會啲詩歌咧，好籠統啊，其實佢都係神愛我，我愛神，我愛世界唔愛神，世界愛我，我唔愛佢嗰啲咧。信耶穌係咁噶。唔係，我點解覺得悶呢？就係啲敬拜歌咧，用啲字好膚淺。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十隻字。而家現代嘅敬拜詩歌係中意用 band 生，或者用搖滾嗰種形式。但係搖滾得嚟又好似冇咗社會性。咁小弟亦都係睇好多嗰啲搖滾書啊，聽嗰啲搖滾樂，睇到原來同個社會都有關係喎。但係我哋就係 copy 咗嗰個 formula 咯，但係冇正式真係去學習嗰種 formula， 或者可能抄個殼。就是開宗明義話接納嘅人嘅，咁但係就係咯，一定有個制定嘅模式，即係好似跟住張 form 去跟住 list 啊，即係譬如我哋依家咁樣標其立義咁嘅，即係唔係標其立義嘅？就肯定個嘴啦。咁一個金毛嘅 limo 啦，一個就可能行青嘅，有少少和尚嘅 feel 啦，咁我有少少長長切少少啲須啊嘛，係啲須嘅，咁咧就會被愛心地。用好有愛心的不停地勸告勸你，叫你改變曬形象。社會梗係不滿，唔使講，社會我直接講啊！我要復建居屋，我買唔到樓。係啊，買唔到。我覺得呢、這個想有人買樓嘅。我覺得呢個社會太多扭曲啦，即係我覺得一個稍為會睇新聞嘅基督徒應該都會覺得好需要回應咯，需要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的心，上帝同行。有很多嘢都不可以直接在教會和社會直接講出嚟，寫歌咯，歌咯，又不可以衝突，又不可以好像馬丁路德咁樣釘99條，係咪？比較唔妙。已經社會不和諧啦，我怕死啦。我仲好後生又靚仔，我唔想鬼死。第一點我同意。第二點更同意。你戴咗面嗰隻特別靚仔，係咪？咁又不可以衝擊個教會喎，太衝擊啦，冇咁少衝擊。咁但係我哋又想即係有啲變喎，係咪？咁我哋咪走條嗰啲咩？嗰啲叫內部建制，即係靈性抗爭咯。
講到呢個咧就嬲啦。點解會有另類嘅定義係咩？係咯，點解咪點解會有另類啊？有冇啲耳塞俾你？咪點解會有另類啊？因為咧唔知道有啲咩人咧定義咁定義咗有啲嘢叫主流啊嘛，咪有啲嘢叫另類咯。咁咩叫主流啊？多人 buy 嗰啲嘢咪叫主流咯，或者人人都中意聽。簡單啲由普通音樂講起，即係香港 pop music 咪就係 K 歌咯。咁外國嘅 band 生其實係一種 pop music 嚟㗎，但係喺香港裏邊嘅 band 生係等於另類音樂。我哋用緊嘅歌究竟喺香港叫做另類啊，定係喺外國叫另類啊？抑或係喺基督徒裏邊叫另類咧？咁呢個定義其實我哋都界定唔到，因為我哋寫嘅歌對我哋嚟講係 pop music。參賽啊？冇啊，因為想出名咯，頭先講咗啦，一來啦，二來咁錄咗唔好嘥啊嘛，咁咪不如掟過去試下咯。點知得咗喎，攞獎仲要，我哋都諗唔到。其實對於我哋嘅角度嚟講，交歌嗰一批已經叫完成任務，完成任務啦，所以我冇出到去咯，因為我報埋旅行團添。嗱，首歌就完整做咗喺度啦，叫做有啲 demo 喺度。咁交咗出去咧，其實就係將個 message 傳咗出去。有冇人聽到啊？幾多人聽到啊？咁啊，就係要事咯。即係或者嚇用一個教會啲嘅術語去講，神點樣使用啊？咁啊，真係交託翻俾神。白時白嗰個衛軍嗰個現金票，我哋唔夠分。除唔盡啊！除唔盡啊！擺本神學書都唔夠。有貴喎、啊。所以我呼籲眾教會弟兄姊妹多啲支持，多啲支持 CBN 嘅事，等佢出啲獎，出多啲錢，係啊，多啲唔同嘅歌去參加比賽。你好，咁我等緊你。明星都要靠緋聞先出名啦，我哋咪就係幫方舟製造緋聞咯。冇錯啊！我覺得如果廣大嘅信徒都好好咁諗下我哋信仰嘅根基，究竟係邊一嚿木呢？是挪亞坐過那一塊木啊，還是耶穌掛過那一塊木呢？那大家想想這個問題呢，自然就會看方舟看得輕一點。